观乡社。孔子观于乡社，喟然叹曰：社之以乐也，何以社？何以听？循声而发，不失正骨者，其为贤者乎？若夫不孝之人，则将安能以求隐？诗云：发彼有的，以其耳觉，其求也，求所终以辞绝。久者，所以养老，所以养病也。求终以辞绝，辞其养也。是故事使之设而弗能，则辞以病，悬壶之意。于是退而与门人习射于绝巷之圃，盖观者如强堵焉。是射至于司马，使子路执弓矢出猎，言未射之者曰：奔君之将，亡国之大夫，与为人后不得入，其余皆入，盖去者半。又使弓往之求序典杨志而语曰：幼壮孝弟，其老好礼，不从流俗，修身以似死者，在此位。盖去者半。序典又扬志而语曰：好学不倦，好礼不变，冒欺称道而不乱者，则在此位。盖仅有存焉。社稷阙，子路进曰：有与二三子者之为司马，何如？孔子曰：能用命矣。孔子曰：吾观于乡，而知王道之义也。主人亲素宾及戒，而众宾皆从之。至于正门之外，主人拜宾及戒，而众宾自入。贵贱之义别矣。三一至于街，三让以宾生，拜至献酬辞让之节繁及戒生，则省矣。至于众宾，生而受爵，坐祭立饮，不坐而降，龙杀之意变矣。公入生歌三中，主人献宾生入三中，主人又献之，见歌三中，和乐三阙，公告乐备而遂出。一人杨志乃立思正焉，知其能和乐而不留也。宾酬主人，主人酬戒，戒酬众宾，少长以尺，终于卧，习者焉，知其能地长而无已矣。将脱履生坐，修爵无算，饮酒之节，干不废朝，暮不废夕。宾出，主人迎送，节文终岁焉，知其能安宴而不乱也。贵贱既明，将杀既变，何乐而不留？地长而无疑，安宴而不乱，此五者足以正身安国矣。彼国安而天下安矣。故曰：吾观于乡，而知王道之义也。子贡观于蜡，孔子曰：赐也乐乎？对曰：一国之人皆若狂，赐谓之其为乐也。孔子曰：百日之劳，一日之乐，一日之责，非尔所知也。张而不弛，文武弗能弛而不张。文武弗为一张一弛，文武之道也。双引号。